12:56。五十六。好。好吧。开了。有啊，还在闪嘞。因为还有背包啊，我要背在背包的里面，所以我现在是背在背包的外面。是。好，那你帮我弄一下再说，这个很重要，但我会受不了背包。然后呢？就是他要在背包先收好他。他在背包里面，然后我背包放在上。好，我唱好了，先收好去，收收收收收，一直收。好溜，好溜，很好。现在是八点。刚下去，你记得我们回来是怎么冲上来的吗？嗯。冲上来的那个波，我就只要利用那个波冲下去。冲下去看右边就对了。对啊，我们都做过啊。但是亮晶晶却温度没那么低啊。太热太热。你说这个反面有别人拦车吗？哪有？你现在看不到，你只会看到橘色围墙，对不对？嗯。橘色围墙一直靠右靠右，有个下山下坡的地方。总之有速度就留了，千万不要杀太多啊。教你一个保留速度的技巧，就是刚一滑下去啊，平平的时候速度还很快，对不对？那你眼睛看到波好像要往上的时候啊，你身体就开始稍微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懂不懂？有用。没有用。
我先上了。
酒，手伸高，好，过桥啊。坐去过桥缆车吧。过桥哦。过桥啊。其实其他雪场都在那一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刚刚在想这个问题，我刚才你看我很认真在看地下室，我在找那足迹到哪，因为我想要一直追追，看得到他们。啊。手酸，因为我走的酸比脚还酸，脚都快好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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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是用那个压。用好。是啊是啊，他不会看到我们吧？我刚刚听到叮咚。不知道在哪里混，他应该不会停在这里混，他应该在旅馆混，因为他要等车的地方是那里。你先上好了，我在你后面拍。
右边要很远，左边上去以后一路切过去。我看哦，你看那里，那里好像有个洞，不知道我们的红色切进来的路，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人出来的那个条，现在有一个人在那里，然后又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一直横切横切横切切切过去。我们可以切到森林里面做一次森林的小椅子，但是也许切进去要走路，还是不要冒险好了，我们切这一个缆车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老板，人好多哦，他们应该走右边吧，对不对？他们走右边，我们走左边啊。对，不一样，一样，糟了，糟降速一点啊！为了他们吗？我们吧。我们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在这里看。不知道。都拉下来了。我刚刚那个缆车坐到，坐到顶才滑过，才拉上来。好啊，那这个的话就一样，刚刚那个红线进来，然后切到那一个。这样我们什么时候要切过去？我们是这个缆车到顶才切得过去高天原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是啊，然后高天原那里又要小推一下，就有点讨厌。我没带，我就让地图出来。我知道雪场分布，我只是那种地图画的那个线，你没办法相信说他说连过去到底是用推的还是用滑的。是几个缆车在运作啊？啊？它旁边是两。哦，因为一个是高的，一个是低的、啊，是吗？是啊，一个到高的，一个是最低的，最低的是两人座，对，总共三条，这里右边一条，左边三条，低中高都有，这里应该也是适合教学啊。我想要从上面滑下来，你要从黑的开始滑，那会很可怕吗？是不会啦。好啊，那就。就是我想要滑一次才行。那最上面是没有整过，不然它怎么会是黑呢？只看坡度的话，它是红的、啊，它就是没整过是黑的、啊。我自己是不大想试的、啊。对啊。那你要从哪里出来？哪里是？上去以后左转、啊。就是我们今天滑回来的路嘛，最后会从这里冲出来嘛。对啊。就是。只求红线安稳。我知道我想要玩，我要滑一次这一条要下来。好，那你滑，我不敢、啊。可能是馒头吗？还是被下雨过它就变平了？知道。好了，那我就跟着来吧。你不要生我气啊！我干嘛生你气？怪我。我就觉得这条那么大，我们连一次都没滑过，你要滑这个？是，你看他们滑得很轻松。多黑？多黑？啊？多黑有多长？黑有多长？就是这个人在滑，那到这里为止，接下来就缓了、啊。没有。但是他滑这么快，好不好？这里开始就还好了。太阳没了，我真的没了，从此就没了。那不用去了。好啊。没有了。可以不用去啊。没有了。因为回来也有点累。
回来的话就是原路找弄一次，然后你记得那个啊，要推推上去要做东莞山口多兰嘛，要推很远啊。东莞山要上缆车之前，不是要一直推、一直推、一直推、一直推吗？接着转弯过一个桥才进那个缆车。哦，那个。对啊，你发福滑到底的话，就要这节缆车就要重新做一次了。今天就没太阳，没蓝天了。对，预报是这样，接下来就要下雪了。结果棒棒大人没用到。没了。什么？我说好快就没了。嗯。我现在看旁边。嗯。那预报还蛮准的嘛。只是也不是很准啊，他预估的时间比较晚，然后今天的晴天是提早发生，所以具有运气好。有看到一下。对对对，本来是他还了雪板之后才会来的，现在是提早来的。哇，都是赢的。嗯。接下来就会帮我们带雪来啦。不要又都是松雪很难滑、欸。没有，这次的雪是刚刚好的雪、就是明天是适合练习的天，明天的话就一直练，没关系，明天就一直练。我觉得就只能练了。不逛山了、哦。嗯，要逛也可以啊，就是一般的雪山，都可以啊，我觉得都可以啊。还是明天逛发福就好了。我就问你，还奥智鹤嘞？奥智鹤这……真的是没去啊，两个方向。对啊，奥智鹤只有一条。那发福好，今天先发福，明天奥智鹤好。好啊，一路去啊。对啊，就还是……那要不要做两次？我们就横横的过去，那个……我就没有滑下来的啊，我就滑下来。好，那你滑。我是说至少滑去。我觉得不要比较好。对，眼睛不好。我看不见。下去了才哇哇叫，不管啊，自己吃看看。不要，我不要滑，我不要滑，你滑就好。那我们在哪里相见？汇合点啊。哪里？那个。红线接回来，好，都在左边缆车等。我的左边膝盖后面的筋不大行了。
椒。倒芭蕉，对啊，没力气了，对吧？我划红的也没力气，好不好？我划红的用拳，什么扣子？哦，啊，你看我有多用力，用力划就会有时候都会这样。力气，这个也拖，不要不要。好的，大冒汗啊，而且要去要那真的要去那边，我知道还好，我知，但是我觉得会消耗太多力气，所以我不想滑。我就是想要滑一次。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滑。明天滑上面好累啊。啊？直直进去那里啊！现在来看下面的，下面的那个联络路，滩内之声 ，Tane no Mori， 我觉得那横向联络路都拐人的啦，那只是说有通，累死人。偷看偷看，这个接得过去吗？接不过去，那是从那边过来的。看来从那边过来可以，下一条。这过不去吧？这上背后那一条应该是背后那一条，对吧？但是他会不会拐一关又回来了？偷看，认真看。我觉得过不去欸，过不去。他只是拐了一圈进去又出来了，烂。在上面有一个防撞棒，
个叮咚，中间不像有路。而且你看这里有个棒棒，牌子都被收起来了，是吗？也是要推个几下。好了，反正它就是里面有一些树，不理它。那等一下小推几下。推过去啊。小在最上面，我们上次不是有过去过吗？要推小段。不，然后高天元那一天大风雪啊。也搞不太清楚路。嗯。我看是因为下午下过雨，把这里整平了吧。把这里下的变平了，所以才好滑吧。而且它的阻力比较大。去西管山再回来。去发府再回来，那不要去西管山，滑发府就好了。滑到发府的底就是吃苹果派的底。你要吃苹果派吗？那不是 Giant 吗？发府的底跟 Giant 的底是一起的，西管山的底，这三个雪场的底都一起的。只是回来就比较累。因为如果我们吃苹果派的话，可能会耗一点时间。然后我觉得干脆没有，不要吃了。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休息。我觉得吃 OK， 然后我们故意去滑西管山，然后西管山的山脚就可以坐车。西管山的山脚就跟坐车回来啊，就是高天元站坐车回来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要看好时间啊，就坐车回旅馆了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就晚一点再坐啊，三四点的那个。没有啊，一定是四点五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刚刚好，而且这样西管山我们也有逛到。下个问题就是怎么从高天元去发福。那一段我没认真看。等一下利用力道能冲右边多远就多远，接着就慢慢推吧。没有力啊，路没有发了。都是要往上吧？不，往右边那条路，不是往上那条路。美丽，没有力啊！没有啊！对呀，走那个，那个人要过来还是要过去？他的看往下看的那条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你就走了。
能走就走。看路啊！不是，我现在有个问题，我好像鞋垫没有装好，我发现我好像最前面没鞋垫，没鞋垫。对，然后就踩到大拇指，这样会不会挤出水泡？啊？那我想要弄下。现在弄吗？对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是说你有办法弄吗？你先脱、啊。再踩一次。好，那我研究一下。这里湿湿的，我没办法做。你做没关系啊，还好啦。现在1:40。小线一半，或小线10公分而已吧。只能往这里往下滑。没地方可以那个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做的话，好像没地方可以。那其实我是要把鞋子拿起来看。
你觉得你没有踩到东西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大拇指那边觉得好像。怎么又开始下雨了啦？不下雨哦。还是下雪。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再过去耶。那我们滑下去，然后坐这个缆车。也缆车站也才在那而已啊。然后看上面。那边的牌子全部都是这个雪场的啊。可以去看啊，这边已经最边边了，上面才有可能接过去。我们目前只知道四小屋那边可以接嘛。屁股的形状，没有啊，好得很。哎哎哎，小心啊！你说啥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一堆雾跑来嘞。什么道理？可以。你的 central 的地图呢？理论上是对面西管山坐到顶，然后滑到左边，然后一路可以滑下去，最后可以接到八府。对面又要过对面了。对啊。前面那个路桥看到没有？缆车站这栋是缆车站前面有一栋房子，对面有一个桥。你看马路是一条黑的嘛？对啊，要爬楼梯上去过桥再下去，那边不能用滑的，只能用过楼梯。滴滴答答呢？是啊，要收工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就滴滴答答。小雨。就小雨。到底在山上是要穿先穿下面脚还是上面脚？下面脚啊。没错。往上踩两步。嗯，好啊。欸。你再往上踩了一步，你是要走还是要怎样？没有，我只扎原地不动。哦，好。我在省力气用脚在。怎么要跑掉？为什么大家都冲去那？看路牌吗？哎，它是只有直走跟右转，还是怎样？没有啦，没前面也没别的路啦，是吗？看路牌啊。
就是往下滑去西管山啊。嗯。哎呀。所以怎么办？去山上一点的地方。那还是四小屋啊。还是四小屋啊。但是其实我有点累了。想要休息啊、哦。有一点啊。在下面休息好了。下雨我就不太想滑。在下面休息啊。滑这条啊。滑这条啊。这条比较舒服吗？你觉得嘞？你觉得嘞？这里有大条大条的，我常常被绊到脚。啊，是吗？好，都已经选了。我们有进过高天原的餐厅吗？我们有进过高天原的餐厅吗？不记得哦，我也不大清楚哎。你说什么？那天也是走，好了，就走就走就走。大雪具停在这啊，我对对对，我说我们来过了。
下起雨来了，暗。